豪横啊，这年头还用壁炉？你听见没？不是队长，你没权利擅自动我私人物品。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你放下，就像你闭嘴，垃圾堆里出了一朵百合花，纯洁稚嫩。这位垃圾堆里的百合花，给我。哎，是谁啊？还我。谁啊？不说拉倒。关你什么事？PDC 总部，地表最低气温28摄氏度，最高气温33摄氏度。请祝您旅途愉快。快洗漱吧。
上要降落了。把我送到这儿，你就算完成任务了，对吧？刘欢，你居然不问来这儿干嘛？问了你也未必知道。罗老弟啊，说你不淡定吧，有时候还挺冷静的啊。辛苦了哦，罗辑博士的安全现在由我们负责。什么玩意儿，看不懂不见。我就一句话，人没到地方我就得跟着。罗辑博士，哎，凡事无绝对，还是小心点好。凡是能登岛的人都被筛选过，而且有24小时监控，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会记录在案。危机几年前，凡尔纳不过是个荒无人烟的小岛，但短短几年时间，整个人类科技的成果都凝聚在这儿。这里除了 PDC 政要，常驻的都是各行业的尖端人才，真正的人类精英。待会儿要做报告了，有没有其他检测葡萄糖代谢的方法 ？OGTT 查出些指标，还能怎么办？你们就没想过能量代谢和神经活动的关系？先生，这边啊，最下面那根管子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望远镜，看海鸟用的。最近正好是灰水替，反正就是这种鸟迁徙的季节。抱歉，最近安保等级加强。啊，你们辛苦了。抱歉，抱歉。看来你跟我一样，没来过这儿。废话，这是 PDC 总部，说来就来啊。哎，待会儿能去太空电梯转转吗？基于权限问题，我不建议你这么做。我权限太低？这是 PTC 科研中心，汇聚了世界上最顶尖的科研团队。哎，我一哥们儿在这儿待过。哦，对了，他也跟你们一起搞那个太空电梯。专攻纳米材料学的汪教授？啊，没错没错，这货啊特别爱撸串。哦，那我知道我来这里干嘛的了。干嘛？那汪教授在科研中心工作，一年有几个月假呀？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啊？我就知道三体这事一出，他就没歇过。不过我和他不是一个领域，我是研究社会学的。怎么这么大阵仗？哎，你说话呀！